我是台湾人这样子，然后在台湾表演这个，台湾人都会觉得你是越南人或是中国人这样子，对，这个是我面对到的环境。那我们的文化建设委员会也没有马戏特技的科目，所以我在申请前的时候没有得申请，蛮诡异的现象。所以我希望经营这个环境，OK， 我就开始做我的计划，我就把我想要做的事情想一遍，然后再开始编织起来。它有5个计划，一个是马戏世界的。 地图，也就是我想要花15年的时间到全世界去收集所有马戏特技的朋友的资料，他们的教育、他们的创作方式。15年之后，这套资料库要建立起来。
然后让全世界的马戏特技的表演者可以用，让我的下一代也可以用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情是当季艺术节，就是我的作品希望巡回全台湾之后再巡回全世界表演。第三个是 Mr. Candle， 它是一个大家有看到倒立拍照的一个作品，对，它是我13岁就想做的事情，我现在27岁开始完成这件事情，他要拍到老，也就是到我70岁的时候，路、啊、小朋友会看到一个阿公在发抖，然后那边倒立，那就是我这样子。他要拍到老，我想要去全世界拍。另外一个是极乐世界，就是因为我的表演不需要语言，我可以到弱势机构，到喜憨儿的地方，到痴呆的老人那边去表演，他们都看得懂。那取这个名字也很有趣，因为有一次我表演完之后，有一个喜憨儿的小朋友说：“哥哥，我好喜欢你的表演哦，因为你的表演有鸟叫声。”鸟叫声很好听，听了好像到了极乐世界一样，对，所以我就把他说的这个名字当这个专案的名称来使用。那另外一个，我所有的计划都会用文字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和影像来做记录，这样子让发挥我更多的影响力。所以我把我所有的梦想和表演和摄影，还有实际的环境建设设计在一起，把它一次完成，所以开始有了一个5个月的环台的一个计划，这样子，也就是环台计划是为了要环游世界做准备。我要环游世界需要钱，所以我就透过我会表演去街头卖艺，1块钱1块钱赚。这样我到世界上去的时候，没有人可以资助我，我一样可以自己赚钱，一步一步完成。这个是我设计所有计划的最初的经济来源，这样子 ，OK。所以呢，环台5个月，我1个礼拜住在一个县市，这样子1个礼拜。那每个县市1个礼拜就1到5。去弱势机构表演，去学校表演，然后去倒立拍照，5、6日就到人多的地方街头卖艺赚钱。这个是我每个礼拜在每个县市做的事情，总共5个月跑了20000多公里的台湾，这样 ，OK。那我发现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我发现我服务越多，我收获越多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我收获了什么，这样子 ，OK。所以我就分享环台感受到了3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，你找到你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了吗？对，这个对我来说，我看到全台湾有90%到99%的人，他都觉得不知道自己来这边是干嘛的，他找不到他的兴趣，也不知道他该做什么。对，这个是真的奇怪，有没有？人家工程师，我是倒立的这样子。对，这是我来这个世界的原因。OK， 那我很庆幸，我很喜悦，说我有开明的父母协助我找到我自己，而且他们鼓励我去完成我的理想，这样子。那我在环台之后出发的2个礼拜，我跟我妈妈聊天，她打电话来，我说，她就说：“儿子啊，我好羡慕你哦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她说：“哦，我看你有你的计划，然后一步一步去实现，1块钱1块钱赚。你现在出发了，我很想你的时候，我都想象你开着你那台800cc 的小车，驰骋在阳光下的样子，我好羡慕你啊。”我说：“哎，你也有你要做的事情嘛，妈妈。”她说：“哦，是啦，不过我放假的时候就懒了，就不想做了。”我真的很钦佩你的意志力，这样子，这是我妈跟我的对话。啊，另外我在环台的时候去老人院表演，表演完老人院老人都很感动，年轻人谢谢你，这个你这太热情了，这样子。然后我真的我不知道这辈子在干什么，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对，很多老人这样说。那我在路边倒立拍照的时候，也会遇到阿伯，阿伯就说：“哎，少年，你在冲啥？”哎，我说我要倒立环台拍照，他说：“安尼跟我钱摊摊。”我说是没啦，我的爱者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刚好等谈，这样子，他们很 care 这件事情。那遇到年轻人呢，他们就会说：“哇，这个太热血了啊，这个啊要爆炸啊啊！”我有我想做的事情，可是你要加油，这样子，这是大部分年轻人的谈话话语。这样，那也有小朋友这样子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哦，我要环游世界拍。”这样，他就说：“哦，好好，我以后也要这样子。”OK，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小朋友是说：“妈妈有变态这样子。”然后妈妈就说：“嘘嘘嘘，不要乱讲，人家是艺术创作工作者，不要乱讲，快走。”这是我遇到的观众的反应。这样，那当然拍一拍也会遇到比较危险的，所以这样在绿岛拍，然后拍一拍的时候我下来了，然后就一个浪卷上来就把我卷下去了。好险我有穿这个小短裤，啊，小短裤就勾住那个礁岩，勾住，然后好险我没有被他卷下去，因为我不会游泳，所以那一刹那，我会怎么死，我不知道。然后他就一直把我捡，我就一直往回爬，爬爬爬上来，哇，只有30秒。可是你觉得你整个人没力了，因为你面对到死亡，心跳一下子从60到300，这样，砰砰砰砰砰，
上来美丽，然后刚好公共电视拍纪录片，拍我的摄影师有在，他就在岸上说：“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拄仔真正唔知被安怎呢？”然后他说：“因为我唔知被安怎，甲你翕讲你死亡的过程，还是对，还是我要过去救你。”然后所以就很无奈，然后我就他就赶快说：“啊，你什么感想？想一下，想一下。”我就跟他讲：“我觉得死亡好像真的是一瞬间。”我想要好好做我想做的事情，这样子，这是我面对到死亡的启发。OK， 所以当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，你愿意花多少代价去找回你自己呢？我觉得这是我们普遍台湾人可能会需要去思考的问题。OK， 第二，我感觉到台湾，我觉得台湾的土地美丽的很像太阳，台湾的未来很像月亮，台湾的政治黑道是城市的光害，这样子。那台湾有很多默默付出的人在角落，他们像星星一样隐隐发光。OK。土地美丽的像太阳，我不用说，我们看一些照片。这个是我屏东，我是屏东人，高树人这样，这是我家的屋顶。对，谢谢。我在左前方那栋房子里面出生，出生的时候，我阿公梦到一只猪走到房子里面，然后我妈妈就醒来敲他的房门，说：“爸，我要生啊。”这样，然后这只小猪就生出来了。对，我是属猪的，是没有错。很有趣，这是高雄。这是阿里山，这也是苗栗好望角，这是宜兰粉鸟林 ，Thank you， 这是花莲海岸线，这个是台东的池上 ，OK， 这是绿岛的一个小岛 ，OK 啊，好像放错了，对不起 ，OK， 这个是蓝屿这样子 ，OK。这是澎湖的日落，这样，这个是妈祖东引灯塔，这是妈祖东引灯塔，所以台湾的土地非常漂亮，我认为。那我们的未来很像月亮，你看这个是宜兰，宜兰我叫它未来之都，谢谢。未来之都一直说它的教育和它的都市建设是全台湾最先进的，可是它还是未来台湾的有钱人会去摧毁的一块土地，因为农舍也开始变豪宅了，大家平地看得到日出，看到夕阳，现在都盖起房子，要看日出和夕阳。就要花钱去 hotel 看，这是我们台湾的未来。OK， 啊，这个是花莲奇美，我就问那个农夫说：“哎，请问你地上晒的是什么？”大部分人以为那是稻米，然后说：“嘿，不是啦，那个是玉米啦。”哦，我说：“玉米，那你要卖给外国人吗？因为台湾很多好的农产品都先卖到国外去。”然后：“不是啦，那是我家鸡在吃的啦。”我说：“哇，真的很羡慕他，因为我在城市吃的鸡，这是饲料，我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，然后我在吃那只鸡。”然后他吃的鸡是吃这种很漂亮的玉米的饲料，我很羡慕。那我们的台湾，可能是因为历史的缘故，我们比较缺乏安全感，我们对未来也不知道该会怎么发展，所以我们就用靠钱来成就我们的这种安全感。那我们就忽略其他的成就感，这样子。这些成就感，有关乎荣誉，或者说有关乎愿景或信念，我们比较缺乏，所以我们就发展出一种比较便宜的方式在。都市建设，我们的房子，我们的公共建设等等的，都看到比较看不到深层的建设和思维，这样子，这是我感觉。OK， 所以我们不愿去深耕和栽培，我们的艺术家就出国了，运动员就出国了，好的农产品出国了，然后大家都要出国之后再从国外红回来，这是我们台湾培养人才的方式，这样子。OK， 那另外我们没有信念，没有梦想，没有愿景，我们怎么可以自己发光呢 ？OK。如果我们有美国人的树大就是美，英雄主义，欧洲人的优越感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，台湾有什么？可能是赚钱，可能是默默付出的那些辛辛所做的事情。OK， 那黑道政治是城市的光害。OK， 什么是理想的生活？这个是金门海滩的阿伯，他是渔夫，80岁了，然后他每天就生活在这么干净的海域里面，看夕阳，然后慢慢捡鱼，捡多少他也不用忧虑。是他的生活，也许我们养老都想过这种生活 ，OK？ 但是我们的选举把我们的族群和人类整个分开来了，这样子。那我们的建商呢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把我们日出和夕阳都遮住了 ，OK？ 我们的海岸线都 BOT 给财团，我们要去海漂亮的海岸线，你有时候还要靠关系才进得去，这样子 ，OK？ 那我们的河流就被这个工厂排放污废水，而且这个工厂只要申请合格，它就可以合法的排放污水 ，OK？这是我们台湾啊 ，OK， 原本宁静的街道，然后就有很多这种脏乱和污染，然后就堆积在城市里面。
OK， 那我们的多数少数服从多数的这种政治概念，影响了我们的文化的扎根。少数的原住民或者少数的珍贵的文化都是由少数人来保护的，政府不会去理它，政府会理花博这种大建设这样子。那我们的这种人遇到灾难的灾害后的建设也很缓慢，这个是我们台湾维护文化和维护人权的方式。 OK， 这个是其中一个岛的垃圾场这样子。好，努力经营的环境为什么让我们想逃？大家放假都想要出外面，为什么？难道城市就一定是这样子吗？我们不会有另外一个思考吗？我们可不可以选择，还是我们忘了选择呢 ？OK， 不管我们想成为哪一国人，我们是哪一党，你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的人，我们有没有思考过，我们怎么善待这块土地的？ OK， 在角落默默付出的人，像星星一样发光。我们来点比较阳光的故事。 OK， 这一张就是在拍的时候，我就倒立，然后就听到一台机车咩咩咩咩咩咩咩，然后骑过去。我想说，哇，这个阿伯好像在注意我。突然又同一个方向咩咩咩骑过去，我想说怎么会有同样一部车，然后两个人经过这样。他说笑脸呢，然后是刚刚那个骑过去的阿伯的老婆这样子。OK， 然后这个阿伯就奇怪咩咩咩咩笑脸呢，我伫电视看过你这样子。他说他在电视上看过，我说哦这样哦，我就跟他。 到我的车子旁边去聊天，聊一聊，他说：“呵，淡一点。”然后他就骑车去买了两瓶700cc的饮料给我喝。这有你啉，然后聊一聊之后，呵，我要被炸啊！这是人做无用的，呵。然后他就皮包拿出500块，来，这给你。然后就丢到我车窗里。我说：“阿伯，妹妹，我又没有表演给你看。”他说：“哦，妹，你做辛苦，你老的，呵，你拄啊，那边黑惨，水吼，奇怪的，呵，没来啊，妹妹，然后阿伯，等下，然后等下我，哦，呵，你电视闹不爱搞我讲。” 好好好，所以电视报的时候，我就打电话给他。哎呀，被那个几月几号几点啊？什么电视台要看？他就很震惊的说：“呵，我爱看啊。”这样子，这是台湾的乡下人很怕被人家觉得他轻浮，所以他就装得很镇定。所以，所以什么是星星？我觉得就是他深知这个世界的不完美，让他默默坚持他的理想，在角落快乐的付出，保护该保护的人。台湾很多这样的人，我觉得台湾。 的人给人家的热情，可能是从这边散发出来的。小老百姓的可爱这样子，那我也期待我自己成为下一颗星星，可以照耀下一个人。所以台湾，这我觉得是太阳、月亮、星星和城市的光害。这是我看到台湾的环境。OK， 第三个关于挫折和影响。OK， 当你发现世界不对劲的时候，我们又愿意花多少力气去改变世界？我觉得做这件事情，不管刚刚所有从早上到下午的讲者，我想。 都是一路慢慢走，没有人走过路，还是要走这样子。 OK， 那对我来说呢，艰辛孤独和挫败是一直出现的这样子。那我在环台整个5个月的时候，大概在2个半月的中间呢，我很想跳下花莲的海，一走了之这样子，因为太痛苦了。因为我要表演自己赚钱，我要拍照，然后没有力气了。刚好我相机、车子引擎都坏掉，钱也花光了这样子，又到了云林啊、彰化。 华联那一带人口很少，街头卖艺表演完，刚刚不是讲 ending pose 很帅吗？在台北人都哇这样子，然后那个在云林嘉义那一带都是这样，呀，<笑>对他们没有那个习惯，所以赚不到钱，这都没有钱，没有体力，意志也被消磨了啊！我好想跳下海这样，所以我反省自己为什么会到这个窘境，我就发现我让自己太累了。 那我也想到，我一路以来在弱势机构的一些表演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所谓育幼院的小朋友，他们没有自由，他们小时候就跟很多小朋友住一起，他没有自己的房间，没有自己的自由，要出去要人带出去，所以他们还是很快乐的过生活。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乐观这样子。另外一个就是去养护院，就是照顾痴呆老人这些志工。 然后有一次院长就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种工作非常辛苦，因为这些老人越照顾只会越糟糕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因为老人越照顾他，他身体只会越来越坏啊。他不像照顾年轻人，身体会越来越好啊。所以这些志工的意志力都要非常坚强，因为他要承受这种非常低的成就感的工作，这样子。这是我遇到的志工这样。” 另外，喜憨儿的看护的耐心，哇，这是照顾喜憨儿的那些志工有没有？教小朋友吃饭，教要教半年，教吃饭要吃半年，我觉得他的耐心实在是太大了，这样子，好，我觉得好为他们感到骄傲。另外，我也很羡慕喜憨儿的这种生活环境，他们就这样子无忧无虑的这样子，然后就有人为他吃饭，有人服务他这样子。我反而很羡慕他这种无忧无虑、没有干扰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正常人过的生活没有比他好。 这是真的 ，OK。
那我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什么都有，就是我没钱啊，没体力啦。可是我发现我健康的四肢这样，然后我有车子，我又会表演，又会拍照，没办啊。所以就吃饱睡饱之后就继续这样子。那那时候没有钱怎么办？其实我家小时候不是很快活这样子，我们有被追债的经验过，但是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就跟朋友借钱，所以我改变一下我的原则，就把路继续走下去了这样子。OK，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忽视一个人的力量。OK， 我可以一个人慢慢做，慢慢来这样子。那所以大家不要乱投票，你投票的时候，如果你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，请不要投，因为害到的还是你自己。OK， 这是最重要的，拜托拜托。OK， Thank you。Bill 那个第二段的影片帮我放一下 ，OK。所以我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，我的故事可以出书，我可以再继续演讲，我可以再继续我的演出，我可以办我的展览，我可以再环游世界去创作，我再继续把故事说下去，去影响下一个千千万万有理想的人，告诉他们，这样子过也可以过，没有关系，就一步一步走。虽然你没有钱，不过大家会尊重你，会期待你为这个地方做的事情，所以那不是荣誉感，而是当你找到自己的时候，世界的价值观会不见，你就是完成你想做的这件事情。OK， 好，所以，对对对，这个就是我跟阿北的邂逅，这样子，然后他之后会拿钱给我。所以我拍完了全台湾之后，我还没拍完，台湾还有很多很多轮要拍这样子。拍完台湾之后，我去环游世界，我就可以跟我的朋友说，这个是我家，这个是我的兴趣。我用我的方式介绍我自己的家乡和介绍我想做的事情这样子。OK， 那我跟大家秀一下我十七岁发明的一个回旋镖这样子。OK， 在这边。我很庆幸我很喜悦的说，我有开明的父母，他们协助我找到我自己，去鼓励我追求我的理想。所以其实我可能不是要问大家你有没有一对开明的父母，我应该是问大家，你将会是开明的父母吗？谢谢大家。